武器八神再次出现了。好了，众筹莫难可以上爪子，但是也是出现了一个失误，断招了。哇靠，对面这边要带还不得打招啊，这么自信的小孩八神被对方跳动才加逆向，完了要带走小孩了。等十五出来看吧。十五出来，欢迎上海包董回家，欢迎安氏柯南，你好。红丸，我靠，感觉 M 大师有点适应小孩那个节奏套路了，是吧？越来越有感觉，打得越来越好，小孩这边是越来越软了，不持久啊。红丸又缺乏了小孩的广州好生龙，百合折命中，哎呦我擦，这个战 C 怎么不全是失误啊，全是失误，小孩这里啊，我擦，我擦，完了，我擦，我操，我操，我操！